广东凉茶店卖加料凉茶，当场查获60000包毒粉。凉茶可以说是广东人的续命水。两人说出的一个线索，随后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他们同时声称，曾在沙溪镇某一家凉茶铺购买过凉茶喝。民警发现事有蹊跷，为了不打草惊蛇，民警以消费者的身份前往该凉茶铺购买所谓的特效凉茶进行化验，初步检测显示呈吗啡阳性。为了进一步核查凉茶真实成分，民警又先后多次再到该凉茶铺购买特效凉茶，并送至中山市场监督管理局进一步化验。检测结果显示，该凉茶铺销售的凉茶含有吗啡、可待因、罂粟碱等多种有毒成分。9月26日，中山南区公安联合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查处了位于沙溪镇的刘某经营的凉茶店，在店内查获60000多包问题凉茶药粉，并抓获嫌疑人刘某。刘某将购得凉茶药粉分装成小包的风湿消痛饮剂和强力散冲剂冲剂，拿到其经营的两家凉茶店内，加入传统的广东凉茶一起销售，从中非法获利达90万元。